这咋又卖了？卖了，不烧了，给1000块钱。房里人好好呀，没上车。Make the job go a little quicker, eh? A little bit. No.说说，猴哥不说，心难受了。行，找着，就这玩意儿。嗯。行。我给他们好几块钱买的，给他们100块，都给他吧。Hello, Danny. Danny, got it. Oh, you got it. Yeah. 这个福瑞。Yeah, because they were60 Oh, right on. Hey, see, this is the guy. 挺贵呢，这。行。他是给他是要无所谓，买的100来块买。Oh, you want to hold on to it? 你多少钱买的？1800呗。你卖了多少钱？没那么贵。啊？1400，1500。我打了1800，一直买新车。Oh, right. Hey, thank you. Whatever goes to. 1800。这个怪事，没事，他知道，他有农场，家有农场。一共也没用几次哈，用了有十来回。一次不两次，俺是哪有是没用一次不两次？这是好东西。Can you put phone online? I just yeah, that's fine. Yeah. 这个离地太近了，今天站。Oh, Danny, you got lucky, man. There's still some gas left. Yeah, top so tank full, eh? Probably 91, I see. I hope at least. So what do you buy it for? This foil, it's some sort of safety harness. Drag on when you do light, when you pull it up, it can go horizontal or something. Okay. Sorry, yeah, I should have let you know.他住哪儿啊？他在哪儿住啊？咋嘞 ？Acton 在那个 Milton 附近吧，也是你是。还得打广告卖的。GG。哎 ，GG。这是很热乎啊。What locks that in place? Do you know? 看看吧。挺高兴，刚才跟大雷、跟猴哥握的手，买的东西挺便宜的哈。对，新的。这就是新的1000多，嗯，就用过两次，嗯。行了吗？嗯。过段时间再把这些东西都，对，卖。那这么大房子没地儿放东西了。没地儿放这玩意儿，没啥。有点落寞呀。用了行，不用就没用这东西。对，想开就好了。是。那个大机器。我到时候也给整了。垃圾什么旧油锯都扔了呗，就是有电锯你也不用。你什么都好，别给我扔这东西。我不管，我什么意思？这东西，这些盐什么东西，盐在家放着。那一袋6-7块钱我买的，干活给你都有用的，别给我扔啊，啥都有用。行，这东西不能给我扔，有用的东西。行，我把这放回去，我先撤了啊。不是老了，茶蛋回去。好，谢了。啊。
哎呀，猴哥这车不干了，卖设备了。猴哥屋里有个装载机想卖，他要同行想干的话，把那个猴哥建的卖给你们。如果用那个，你就是跟猴哥打电话，给猴哥儿子 KG 行吗？对，我倒是对。买那机器你是没用过的，你是没用过，用不着大型设备。怕涨价呢，如果怕涨价涨价的，咱同胞卖去，老是涨价涨价，让我买，买完了就没用，放车库里了。那个人还不在那工作了，不工作了啊，辞职了。